先生。哎，你看，又有人来给你送礼了。我就跟你说过嘛，你跟着我呀，有吃有喝，准没错。哎，奇怪了啊，你也没出门，也没有人来看你，怎么就会有人给你送礼上门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就是官场，哎，要情报准确，要消息灵通，要巴结及时，要送礼不能落后。我只听说过百姓给官送礼的，从来没有听说过官给百姓送礼的。哎，有买东西买错了，可是啊，就没有送礼给送错了的。我在云州的时候，有一个巡抚也是被革职了，没有人理他，他一个人在大街上捡破烂，好可怜。哎，这也是官场啊。现在检查一个官是不是清官，只有到了他不当官之后才能看清楚。你刚才说那个捡垃圾的官啊，不用说，清官。那季先生，我看你一定是一个贪官。我是贪官？对啊。这话怎么说呢？你看你现在都不做官了，还有这么多的人给你送礼，那将来要是有一天你再做回大官去，那你还不得八地三尺啊？哦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，对了，小玉，嗯，来来来，看看我这字写的怎么样？嗯，这是什么字啊？哦，对，你看不懂啊，这是我学的和珅的字。嗯，我一看呢，有七八分神似了。你好人不学，干嘛学那个王八蛋的字啊？哎哎，你忘了，我现在就是和珅呢，我当然得会写和珅的字啊。啊，对呀，他的字你还学得蛮像呢。我不但学他写字像，你忘了，在鱼行里，我学他说话，鱼，鱼，大头鱼，胖头鱼。老爷，夫人，该用餐了。哦，又要吃饭了。小二，端两碗面上来就行了。是这样，我们掌柜的特地备了一桌酒席，请老爷赏脸。又要请客？哎，夫人呐。哎，我们不能驳了老板一番好意嘛，是吧？小二，前面带路。哎呀，我都快撑死了。哎，人家的一番盛情，我们不能不去啊！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我看呐，做官也不好，容易发胖。哎呀，夫人，这边请。啊，啊，夫人请。何大人的旧信呢？这儿。师爷，你看这笔记。一模一样。对，是一人写的。何大人，哎呀，真的是何大人啊！我一看啊，就没错。你看人家长相，富态。大官错不了。咱们俩怎么吃得了这么多？你放心吧，马上就会有人来陪着咱们吃。你怎么知道？哎，真的有人来了。嗯嗯。燕城知府刘长富率属下叩见何大人。夫人，啊，你们四个都起来吧，起来吧，不必拘礼。谢大人。哎，来来来，入座，入座，入座，请入座啊。我呢，这回是奉皇上之命，微服私访，是是，不能暴露了身份。是是是。这桌酒席够丰盛的。哎呦，大人为国操劳，理应进补啊！来来来来，啊，是啊是啊是啊，这个微服私访是吃不好睡不好。对对，
苦哦。夫人，您尝尝这个。你筷子脏啊。下官失礼，下官失礼。不知皇上令大人微服私访，有何贵干？奉皇上命令，其实尔等问的是荒唐。是是，先生该死。你们几个呀，年年都给我送大礼。咱们虽然素未谋面，可我这心里是有数的。既然都不是什么外人，有些话跟你们说说也无妨。皇上这回命我来。您的案子，哎，我说你们几个也是太大意了点儿，怎么让这个黄克明就跑到云州去了呢？大人息怒，那黄克明他是个不要命的家伙呀！胡说，黄克明是好人。夫人，你把话听清楚了。我们说的这个叫黄克明，不是那个礼部侍郎王克明。是是是，是是是。这黄克明把一个账本交给了皇上，上边记着你们侵吞赈灾粮款的证据呢。皇上看到账本了？那当然看到了，龙颜大怒啊！哼。嗯，幸亏呀，皇上把追查此案的任务交给了我了。是大人查办，哎呀，那就好办了。好办？你们快倒霉了。我想夫人的意思是啊，各位不能掉以轻心。哦，是是。现在要想办法补漏洞，灭证据。何大人，皇上曾派过一名钦差大人来查办此案，我们已经摆平了。我知道，钦差大臣无功而返，你们做的是滴水不漏。我们早有准备。可是你们错就错在这儿了呀！你们想想，这么大一个案子，钦差大臣来了，居然查不出一点证据，这皇上能相信吗？大人一针见血，这种大案必将推出几个替罪羊才对。师爷说的有道理，有道理。现在皇上命我来查此案，我看呢，咱们得想点办法给他。哦，请何大人赐教。我看这样吧，你们赶紧把有关的账务啊、账本啊什么的都给我拿过来，让我赶快看一看，想个什么万全之策。哦，好，是是是是，啊，是是是是，要快哦，好，好，时间可不多了，是啊，何大人，吃吃，何大人请，哎，夫人，来来来，你也吃吃吃。何大人，你想的可真周全啊。哎，这还不是在夫人的提醒之下吗？啊啊！夫人，来，请请请，你先吃。